来来，好，可以哈，来帮我把两边窗户摇下来哈。然后熄火，然后看一下证件哈，又有证件吗？身份证或者是健保卡之类的。啊？可以啊。多少？下来啦，帅哥！怎么做事情啊？自己知道对不对？看你脸就知道了。之前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之前吧。哦，一堆呢。一直跑。哪有跑？一直跑。我没有跑吧？啊。你真的是。这是你的证件吗？把手先挂。可以先离开啊，要不然可以说你也是消耗多少时间，对不对？先八个吧。对啊，我。新北保安警察大队于3月31日12点10分于泰山区执行路检勤务，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，车上有一男一女。经同仁用电脑检视该男子身份，男子有四条通缉，确认身份后，同仁依法上铐逮捕。男子因不舍与女友分离，遂上前给予深情的一个拥抱。同仁讯后将该男子移请新北地院归案。